王俊凯7日现身参加高考，随后有网友曝光了王俊凯学校老师穿红衣为学生们送考的照片。只见穿着棒球外套的王俊凯手上拿着考试用具，在老师的鼓劲中和同学们步向考场，笑容满面，看起来并不是很紧张，心态不错。照片曝光后，有的网友担心王俊凯考试被打扰，还有网友解释照片中穿红衣的人是学校老师，在为学生加油打气。除此之外，网友们也纷纷为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加油打气。